阿山，怎么了，孔雀哥？出门没有啊？你开车过来接我。你开口，我送你一程又怎样？今天选座感那么重要，你要注意安全啊！没对手，很闷的。喂，有什么事拜山再说吧。都说孔雀的人废物了，砍人都迟到。就这，跟这样的老大，这屎吧你们！何世吉的座管喇叭，原名刘志广，在上个礼拜被人暗杀，相信是他们自己人做的。现在他们社团的毒品生意已经停摆，在选出新的座管之前，他们的幕后老板金先生很有可能会出现，这次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新的座管将会在这两个人之间产生，他们已经打了一个星期，就看今天谁胜出了。不用等了，那个小混蛋可能已经被砍死了，来不了了。哼，现在开始选。选呢？阿山终于来了，时间刚刚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师傅，晚了一点。你这个小王八蛋！哎呦，你看看你这边青一块，那边紫一块，啊？哎，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？你帮自己叫黑熊车吗？来啊！嗯，来啊！金先生有话说。我要稳定，我要做生意，你们怎么选我不管。我只关心我的生意什么时候开始。你们觉得没有金先生支持，这个位置能做多久？何世纪能走到今时今日，靠的是什么？靠你啊，还是靠你啊？如果金先生不给我们供货，不给钱我们赚，我们社团一早就没了。李叔，那金先生的意思是？金先生说，座管要选，由他选。
不过选之前，金先生有份礼物要送给你们。我查到喇叭的司机苍鹰是警察卧底，喇叭的死跟他脱不了关系的，我要警告一下他们。陈 Sir， 你的包裹。明白了。好，谢谢。交易而已嘛，要不要搞这搞那搞那么复杂、啊、需要。这次金先生会来，交易完成之后，金先生会在你们两个之间选一个，公平公正。公平公正，又有谁不知道你帮他挡子弹他帮你挡刀、啊、怎么公平公正啊？那你的意思是不相信金先生了？那老李，你最好公平公正啊。几千万的货，小心一点。嗯，放心。来得也太晚了吧，桑坤是吧？你就是金先生？别管我们是谁，过去在这里交易吧。我只会跟金先生做交易的。我在这里。哟，警察，出人报道，否则开枪。山东别管了，快走吧。
我已经申请了通缉令，全程搜捕在逃人员。王 Sir， 韦 Sir， 清点过了，没找到杜比。什么？问问你的卧底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我已经叫他回城，但现在联系不上他。六个伙计重伤，买家跑了，毒品也不见了，偏偏这个时候联系不上。现在搞成这样，怎么跟上头交代？也不算没收获，最起码打死了金先生。那倒是。李叔，那些警察好像一早就知道我们在这，金先生也死了，我怀疑我们这里有鬼啊。你这样看着我，不会怀疑我是鬼吧？但我现在怀疑你是鬼。金先生没去，金先生不想选只鬼当坐官，所以就用这批货来抓鬼。你笑什么？你怕了？我怕？你看你笑得多假。假是吧？来搜身，来，你怕？看看谁是鬼，搜干净点。行了是吧？到你了。穿上我的鞋子。你鞋子呢？手流血了，切！你不也全身都是血？老林，那现在算怎样？啊？老大，搞定了。有重大发现，嗯。
是什么？跟踪器啊，现在抓个正着了，你怎么解释啊？啊，这个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，那你扔外套干嘛？外套是我的，现在是你手下拿进来给你的。喂，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做手脚？刚刚搜过什么都没有啊。现在只有你和你手下碰过我的外套。孔雀，不要冤枉我。你不是吧？你不去演戏真是浪费了，真会胡说八道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老林，你不是现在护着他吗？喂，你再不说话我就揍他了。啊，弄他。你再走。那混蛋要走了，追追他呀。别走，别跑，站住。我知道了。是不是在里面？维瑟在里面。陈维高级督察，我是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戴鹏鹏，我们现在怀疑你触犯防止贿赂条例第四条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你和兄弟们先出去躲一躲，我没事的。西九龙专案组，威 sir， 威 sir 被 ICAC 带走了。喂，查询无此警员信息。查询无此警员信息。今天就给个机会你跟我单挑，看看我孔雀怎么给你开屏。上次还没跟你算账，我今天就跟你算清楚。好啊，你走出去再说吧。别过来，老大，走开，否则戳死你娘今天。老大，这是干嘛？追呀！
们收到举报，说你收取贿赂。这份流水清单显示你的私人账户在今晚8:10有一笔由太空账户汇进来的500万港币。就凭这500万，我们就可以引用防止贿赂条例 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 里面的财富与官职收入不相称来控告你。麻烦你解释一下这笔钱的来源。我不知情。据我所知，整个行动都是你策划部署，行动之前连你的上司黄 Sir 都不知道具体内容。但行动失败之后，一直跟你联系的卧底又无故失踪，那我推测就只有一种可能性，你就是那个黑警。你是不是出卖了你的卧底来换取这笔钱？你会不会漏掉了一种可能？我也是被人陷害的。你别告诉我，陷害你的是那个卧底。是谁我不知道，所以请你们帮我调查。放心吧，这里没人知道。溏心蛋汤面，趁热吃吧。我等一下就走了。走啊，走去哪儿？现在黑白两道都在找你。跟你没关系。今晚到浪湾码头9点，有船去避一下。我避什么？你不要管了。我替你找黎叔谈一下了。谈什么呀？我用你帮我去找黎叔谈吗？我现在搞不定吗？你搞定了吗？整个社团都说你是内鬼啊，只有黎叔才信你。那你信不信？那你是不是？什么？我是不是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啊？那你救我回来干什么？你救我回来就是，你不救我回来就不是。你一辈子都这样。嗯，这局我赢了。嗯，啊，这汤比是公共巴士哦，你不嫌脏，我都嫌脏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我就说你啊，怎么样？我就喜欢，怎么样？拜拜。怎么样是吧？喂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滚！以后不想见到你。不要生气，继续玩了。玩什么？谁想跟你玩？你给我记着。
喂，老林，那小王八蛋昨晚被一个女的救了，我看他样子好像是火鸡文。你确定是他？戴着口罩，我怎么确定啊？不过你小心点，你也知道他们以前一起过，二五仔勾搭二嫂很正常的。行了，最近心情不好吗？不是啊。要不过两天去欧洲玩一个礼拜吧。最近天气不好，我回去叫陈医师再帮你看看脚。开车。苍蝇在医院可能一辈子都醒不过来，警队里一定有内鬼。我为了保护你删掉了你的档案，是我叫 SAC 调查我，帮我查出重案组的内鬼。那可要抓紧了，金先生用那批货引内鬼上钩，谁知道上钩的是我。现在黑白两道都在找你，你去躲一躲吧。等我把这单案子结了，再让你归队。归队干嘛？军装巡逻守水塘啊！我在警察学院出来，只当了几个星期警察，但进黑社会二十多年了。砍人追债收保护费我精通啊，现在让我回去 yes sir， 是人是鬼我自己都不知道啊。是人是鬼可以自己选。我有得选吗？是你让我做鬼的。总之一天抓不住金先生的话，断不了香港的毒品市场，我就不会回去，就没有归队的那天。你回去会死的，是不是想学苍蝇那样？我有办法，不过你要帮我。有没有眼光啊？竟然收个二五仔做手下，他害死你啊！你可要小心，不得终老啊！如果你到死都不跟我讲，我真的会送你下去的，让你跟他一起。住手！啊，有炸弹呢！Trout， 李叔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干嘛？你打算拿个假炸弹过来吓我们啊？我想和金先生做生意。金先生下了命令，一定要做了你。就是，你也觉得我是鬼？
内鬼是不会帮我挡枪的。如果你真的是鬼，哼，那我这条腿就太不值了。但是只有我心里是没用的。给我点时间。多久啊？一天？两天？还是三天？明天。明天带你抓鬼。以你跟陈威高级督察共事这么多年来看，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什么反常的地方？没有，我相信维瑟，他怎么会有问题呢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你还是他女朋友，他平常有什么举动你不知道吗？你们 ICAC 根本就是在搞事。人吗？他就是内鬼，那天就是他把那个追踪器放进去的。还有啊，他不仅仅是内鬼，之前的货也是他拿走的。另外还有一件很惊喜的事，你猜谁敢吃金先生的货？伯伯，我的货呢？这这么黑，把灯打开。老李，我赚点外快而已。要不这样，我不当坐馆，摆两席酒就这样算了吧。孔雀，早知道你反骨了，金先生的货你都敢动，幸好有阿山。正好一群叛徒在这儿，一次过把他们都做了。阿山，看来你今天要帮社团清理门户了。用什么身份呢？我拿一点点货，赚一点点钱，有什么问题啊？金先生那么厉害的话，叫他来做坐馆喽，搞那么多事情干嘛啊？不用说那么多了，现在要打是吧？来啊！
还有一个，你自己来还是我帮你搞定？山哥不要啊，山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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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么久，原来你这么有种，吃我的货！我给你信条了，货我还给金先生，你放我走行不行？狗东西！古惑仔黑吃黑我见过，竟然还有当差的黑吃黑。PC 九五二七一，邱俊阳。山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！山哥，帮帮我！你好大的胆子！金先生的货你也敢吃？你真不怕死啊？十分之一的价钱，有钱不挣啊！不过我喜欢你，真是有种。带你去见一个人。拖他上车，小心点。哎，牛老啊，我是不是讲过，我做生意是很讲诚信的？你这家伙串通孔雀来吃我的货。我也不想的，吃孔雀都找了我的家人。牛郎，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讲，那每个人都能吃我的货咯，对吧？嘿嘿。哎，你再喊一次，如果求能进洞，我答应你放走你全家人。 OK， 把球拿过来。哎呀，你真是不走运啊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进去喝杯东西啊。好，收拾一下。哎，来，何先生，这就是阿山，这位是何天泽先生。嗯，我想你都认识了，他是鼎鼎大名的商业巨子，也是我们何世纪的金主金先生。久仰，我称呼你何先生还是金先生合适呢？名号罢了，叫我何先生就可以。好，曾经有个商人叫李超人，他讲过一句话，生意不可以只做一样，什么挣钱我们就做什么。你知道我做这么多生意，有些事我就不方便出面，我想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做搭档。阿山确实有情有义有担当，而且真的信得过。李叔人的人我认。谢谢李叔，谢谢何先生。上次那件事因为没有证据，警察也告不了你，何先生已经找了律师帮你办妥了，麻烦你了。小事而已，来，以后你就是何世纪的新作馆。来喝一杯。对了，我和李叔还有些事情要聊，你随便逛逛。哦，好，你们聊。
阿山不错的。看够了吗？没有，我看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游泳啊？不闷吗？你是今晚的客人吗？嗯，算是吧。怎么，不敢喝吗？本来就是我的酒，怎么不敢喝？下来一起游泳啊。我穿成这样，这么多人怎么游啊？哎呀 ，Peggy， 你放过他吧。Daddy， 我逗逗他而已嘛。没。下次有空再和你玩啊。哎，何先生，你女儿挺大胆的。哎呀。我的生意啊，都没他这么难搞啊。黄Sir，不好意思啊，耽误你这么长时间，你可以走了。查出什么了吗？的确是有内鬼，不过不是你们部门，韦Sir也是被人家冤枉的。嗯，有结果，总算没有浪费大家时间。我都说了，怎么可能是韦Sir儿？他是你男朋友，你还不了解吗？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你忙吧。波波怎么样？放心，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碍，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恭喜你当上总管。见到金先生了吗？见到了。是谁？不能讲，那就是不信我了。现在只有我和黎叔知道谁是金先生，万一暴露了，我不是很危险？好，那你继续做事，我们加强联系。不行，我现在是坐管了，多少眼睛盯着我，看见我和警察走得那么近，很危险的。这样吧，你等我消息吧，一有消息我就会通知你。还有啊，麻烦你通知其他的鬼，不要妨碍我做事。好啊，不如给你封辞职信，让你专心当总管好不好？好啊，反正我档案也删了。哎，说起来，我现在把你干掉，那就没有人知道我是内鬼了。哇，当了总管好大杀气啊，多捅两刀啊！哼，多捅两刀，你以为我傻的吗？我是做管来的吗？用我动手？
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进入新的核世纪。好。站住！哇！来，大派对哇！啊！说，这些是金先生祝贺你当座官送给你的见面礼。嗯，我坐。谢李叔。喝一杯，来。要谢应该谢金先生。好啊。没有你，我哪里会有今天？二师，这里所有的东西你都占一半。合作愉快，差不多了。Daddy， 林叔。哎，真是的。合作愉快。就全靠他了。你看他，都成口味了。合作愉快。谢谢，大家发财啊！如果伯伯醒过来，你通知我。还有，你最近也少点去。韦三儿，黄三儿，我收到线报，有新的交易，金先生可能会亲自出面。怎样？我没收到线报。问问你的卧底。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通常新的座管上位，金先生都会通过黎叔发布信息。这次亲自出面，会不会像国际刑警说的，大买家泰勒真的要来了？对，这个可能性很大。好，那我跟线人再确定一下。嗯。你们要跟到什么时候？嫂子，我们也是做事，不要为难我们。那你们要跟着我进去换衣服吗？最近街上多了很多货，但就是抓不到人。国际刑警那边收到消息，还会有大事情。你知不知道？泰国那边有人过来了，肯定这几天就会有交易。我会再查清楚。你自己小心点，有什么不妥，放弃任务。对了，你的其他卧底呢？为什么会想到联系我？我有条线现在断了，到现在都联系不到。
是不是阿山？你个混蛋！京都有规定，我也劝过你回来的。路是我自己选的，我一定会走下去。何先生，李叔，何先生，还是我来吧。阿山来了。阿山。对了，你将社团和何先生的生意搞得这么好，何先生很满意，所以何先生有一个决定。阿山，这次和泰勒的生意搞定之后，我都打算退休了，所以。这盘生意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，何先生，这次的交易一定妥妥当当。那我们出发。走吧。各位伙计，即刻出发。Yes, sir。先生啊，金先生，冷静点，我们换个地方，安全点。别动，警察！备好东西。我来这边不是度假的，我的货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！站好，勇士们！别动啊！做生意最怕就是冲动啊！你这样好他妈容易死的！和尚。小的不懂规矩，不要和他玩。金先生呢？老板，金先生，好久不见了，泰勒先生。你的那批货，现在应该装好船了。放心，我叫小的转账付款。这次交易。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。哦，阿山，这位是山哥，以后这里就由他做主，希望你们合作愉快。老何，麻烦你招待泰勒和他的兄弟们过去那边休息。
我待会儿就来。是的，老板。泰勒先生，请。嗯。阿山，还生我气吗？我究竟应该叫你黎叔还是金先生？黎叔、金先生都是我，不过很快你也可以做金先生。我怎样才能是？我已经把老底全部交给你了，你还有什么想交代的？我是香港警察 PC26724， 我是鬼。我知道啊，但你也是我的好兄弟。如果我选择不讲呢？如果你不讲，我可以让你继续做 PC26724， 但是以后我们不再是兄弟。那你还信我吗？是非会分黑白，但人心还是讲冷暖的。我对你好，你呢？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。今天我彻底知道你的心向着我，以后金先生你要做卧底，你更加要做。只要我们定期放消息给警察，他们可以破案，我们的生意就可以继续做。有你在，就等于警察帮我们做事。可是你信我，不代表那边会信我。我自然有办法帮你。为什么我们的行动会被知道？现在我们有六个伙计在 ICU， 你的卧底是不是有问题？我有六个同事躺在 ICU， 你有消息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我怎么告诉你啊 ？PC26724， 我怀疑你知情不报。我也是卧底，我危险的时候没有必要向你透露我的情况，而你身为行动负责人，没有收到足够的情报就展开行动，让六个同事受重伤，你的责任你要负。我最错的地方就是信你刘一山。哎，靠！七九龙重案组高级督察黄思远，这就是你要找的警察内鬼。泰勒这个交易只是一个骗局，真正的金先生就是黎叔。李耀辉，三年之后他在大浪湾有交易。以上这些情报，你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。
怕警队查到你是黑警，所以你明知道交易是个圈套，你都不惜牺牲整个重案组，还想杀了韦 Sir。 知道了，你等我消息。好。我在 ICAC 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丧心病狂的人。你等着法律制裁吧。一个黄 Sir 再借他们的手干掉丧坤，两道前菜，这次他们一定信你。呵呵，这两件事你的上线一定官运亨通的，像这些双赢的买卖以后当然要长久做了。以后就接着这么干。嗯，只要打掉其他对手的话，我们垄断市场就指日可待了。嗯，偶尔再放点消息，让你在警队立功，黑白两道你就是扛把子。哎 ，sorry， 先接个电话。喂，啊？什么不对？我去和队长目见。啊，你们自便啊。又干嘛，嫂子？收手吧。收什么手啊？我现在当坐馆了。我不希望你走错路啊。我现在走错路了吗？啊，出来混，混到当坐馆，这是人生巅峰啊。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？这种生活不好吗？在外面这么多小弟跟着，这么开心。是不是无牵无挂嘛？如果有呢？有什么？阿善，其实嫂子别动手动脚啊，我女朋友看到会生气的。阿山，李叔，
找到了那只鬼，你想不想知道他是谁？我不知道。当差的做事比我们还混蛋。阿山，你先回去，我的家事让我自己处理。想到最亲近的人竟然就是出卖我的人，把他给我拉出来。机会，你想清楚，我叫你放了他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了一个女人用枪指着我。林叔，账本不见了。起来，你先走。走。阿山，你别乱来。抓住他！到医院，撑住。和我分手，是不是为了不要连累我？不要说这些了，文文。和 Peggy 一起都是为了完成任务，对吧？
我知道你这十年来都没有其他女人，我知道你心里面还有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为什么在身边都不来找我？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好辛苦啊？我好辛苦啊！你这个混蛋，混蛋，混蛋！这世界最坏就是你。是，我是混蛋，我是混蛋。你继续骂，文文，不要失手啊，文文。你继续骂，文文，不要睡着啊！文文，文文，文文，文文。阿山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文文是卧底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有个女儿，我劝过她，她和你一样固执。这里是金先生所有的犯罪证据，你开心？死了，他死了。我也很难过，我也不想他死，但这是他的选择。维护法治是我们警察的天职，我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我们是警察，我们要维护这个城市的正义。喂，你认识刘子晴吗？你不要碰她。看来是知道了。你过来找我，拿东西来换。如果想她死，你就报警。你不要碰她，我马上过来。阿山，什么事？你是抓了我女儿，要带着资料去换他。你冷静点，把资料给我，我去叫支援。放开我！别忘了，你是警务人员。你冷静点，我们一起想办法把资料给我。
秦叔，你终于来了，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，放过我女儿，至于我，要斩要杀随你便，你上得来再说，我没什么耐性的。这里有四个桶，其中一个装着你女儿，不过我也不知道哪个是，我一分钟放一个下去，你看着办吧。放。厉害呀。嗯，放。你想你女儿死的话，就开枪吧。李叔，放过我们父女吧。哼，可以啊。你先把这条腿还给我。我干掉了喇叭。让你当上坐馆，这么多年一直照顾你，全盘生意都交给你，你现在要做好人为公益，你是不是全傻了？林叔，林叔，你放过我们俩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要怎样随便你。放过你女儿，那你有没有想过放过我？你不是想弄死金先生吗？现在我就站在这儿，我出来混这么多年，还用怕你这个叫刘一山的混蛋？如果我今天不搞死你，我怎么睡得着？放！小心！小心！你女儿在这里。子轩，
你不要开心的太早。你帮我挡过枪，刚才又把腿还给我了。我黎叔做人很公道的。夜无风人回忆肆意增长，不谦让成了个理所应当，怎么样落一个两败俱伤。你可以说我性格张扬，全都已经迁就或被推丧丧，别伪装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，快点忘自欺欺人的扫荡，称不上大方或性格张扬，为何会两败俱伤。我掀起你的偏向，会让我觉得有点丧，避开你露出的锋芒，别跟我斤斤计较算旧账。我掀起你的偏向，消耗变得冠冕堂皇，掩饰不了你做的假象，像被隐形绳子捆绑成倔强。全都一样迁就或推推搡搡，别伪装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，快点忘自欺欺人的扫荡，称不上大方或性格张扬，为何会两败俱伤。我掀起你的偏向，会让我觉得有点丧，避开你露出的锋芒，别跟我斤斤计较算旧账。我掀起你的偏向，消耗变得冠冕堂皇，掩饰不了你做的假象，像被隐形绳子捆绑成倔强。